河西网球经典赛决赛本月四号在圣河西州立大学网球场举行。25岁的中国选手郑赛赛以6-3、7-6战胜白俄罗斯选手沙巴列卡，夺得后冠。这也是郑赛赛个人生涯首个 WTA 最高级别赛事冠军，也是中国继李娜后拥有顶级赛或以上级别单打头衔的网球女选手。